举手结冰。
是总结双宾。 武拳，威武勇猛的少林武拳。 朋友们，您猜对了吗？这位弟子为大家展示的是蛤蟆拳。蛤蟆拳也称蛤蟆功，是少林寺的72功法之一，也是一种内气外照的功法。 相信大家一眼就能猜出，这位弟子为大家展示的是猴拳。猴拳是相信拳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拳法，它要求演练者的身体机灵轻巧，形神兼备。 弟子借用咽喉的爆发力，变折弯锋利的长枪，这门功法直接体现的是硬气功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的气功真谛。 弟子手中仅是一枚细小的钢针。再不能摸是吧？
后我们知道玻璃将成功被刺穿。朋友们请重新检查一下在玻璃上是否留下被飞针所穿过的痕迹。这门功法要求演练者瞬间要将速度、力量和意念三者的完美结合。